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Conny， 欢迎大家收看今天的视频。今天呢，我们要看的是 TF 家族三代啊，就是那个标题叫 TF 家族 TF 少年进化论迷宫舞台篇。然后是我们今天要看的呢是迷宫的上篇，烟雾四起，乐园迷途。然后介绍是这样写的：如急速而过的风雨雾在这一刻傲然奔行，憧憬迷宫终点光亮的方向，是勇敢的指引，是坚定的信念，是新生代的力量。 TF 少年进化论迷宫舞台篇上线，和少年一起进入迷宫探寻。那么呢，还跟大家说一下，孩子们衣服上的字是出自陈独秀先生，棍子的是青年如朝日，寒将是青年如初春，帅帅是青年如利刃，心发于这个字不会念，心发于行吗？人生最可贵之期也啊。这个呢是出自陈独秀的敬告青年：青年如初春，如朝日，如奔百会之萌动，如利刃之心发于行，人生最可贵之时期也。青年之社会，由心鲜活，破细胞自在人生啊。那么我们就来开始看今天的这个迷宫的这个上集啊，我们来看一下。哇，很漂亮，这真的像一个城堡一样，好像是在这个游乐园的边上。哇，很可爱啊。王浩，梳起领带，大人的模样啊，让我想起了那些年。关俊成，帅啊！陈天润，美猴王吗？这个是？哇，这个好嫩啊，粉嫩粉嫩的。木子成。坤，这个可爱啊，这个动作。李宇航，哇，笑得跟花一样。张俊豪，这耳朵怎么能拿得这么长？张泽宇 ，vocal。
这个装挺帅的，左横。这扯头发吗？这是。哇，这牙齿真好啊，张吉，真白啊，这牙齿笑的。邓嘉欣。笑起来真帅啊，我也头痒了，看着他抠挠头。朱自新，哇，这个特效做的特别好啊，有点像那种动漫一样的感觉。这好像是上次他们搞那个拍视频的时候的那个场地吧，那个游乐园吧。哇，这个五月天的歌《倔强》啊，我一听这前奏就知道，这个我也很喜欢听啊。哇，《倔强》这个也是一个比较励志的一首歌。这是原曲啊。当我和世界不一样，那就让我不一样。他的 key 有点高啊。坚持对我来说就是一杠可杠。我如果对自己妥协，如果对自己说谎。哇，邓嘉欣不错啊。即使别人原谅，我也不能原谅。最美的欲望一定最疯狂，我就是我自己的神，在我活的地方，我和我最后的倔强，握紧双手绝对不放下一站，是不是天堂就算是谎，不能绝望，我和我骄傲的倔强，我在风中大声地唱，这一次为自己疯狂，就这一次我和我的倔强。哇，这高音唱得好轻松啊。对，爱我的人别紧张，我的固执。这左航很可爱啊。我的手越肮脏，眼神越是发光。你不在乎我的过往，看到了我的翅膀。你说被火烧过才能出现凤凰，逆风的方向更适合飞翔。我不怕千万人阻挡，只怕自己投降。我和我最后的倔强，握紧双手绝对不放下一站，是不是天堂。他们这个音都是感觉那种无修饰的，比较真实。我和我骄傲的倔强，我在风中大声地唱，这一次为自己疯狂，就这一次
我和我最后的倔强。哇，这张志宇一个人出场了。我和我骄傲的倔强，我在风中大声地唱着一次为自己疯狂，就这一次。这底下的字幕很辛苦啊，名字都打上去了，只是写个合唱就可以了吗？就这一次让我的身上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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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。他们团队肯定也知道张振宇唱的最好，所以让张振宇独自唱一下。就这一次我和我的倔强。哇，不错不错，非常的有朝气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们是 TF 家族。好，首先又到了我们的自我介绍环节了。从哪边开始？陈天润吧，要不我先开始。大家好。十二个人。我是 TF 家族陈天润。我嘛是一个比较怕鬼的人。都怕鬼，我也怕鬼。但是我的动手能力也特别的强。只不过呢，这两点好像也没法完美的结合在一起。所以说你要打鬼吗？所以说你打鬼很强是不是？没法完美的结合在一起，毕竟鬼是一个虚拟的东西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TF 家族张俊豪，来自摩尔庄园的。这样拿着。张俊豪，模仿一个来。摩尔庄园。二一，非常的像。不是这，我觉得不够像啊！重新来，摩尔不够像。好，三二一。这个才像吧，摩尔本儿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TF 家族，睁着眼做作业还在长牙的小宝张泽宇。没在长牙吧？牙齿挺好的。好，那你那颗牙长现在长完了吗？差不多了，就接近尾声。对对，到我了吧？你说。好，大家好，我是。最近变壮了，又变帅了，张杰，挺搞笑的。好帅啊！真帅！哎呦，好帅！挺捧场的。我就比较特别了。大家好，我是睡觉起来就会有发型的邓嘉欣。哎，这个妙啊！这个他这个说话普通话有点说点普通话的感觉。我平时睡觉起来的时候，就是有时候我会趴着睡，有时候我会侧躺着睡，就是总是会睡个中分或者侧分出来。哦，意思就是下一次舞台的时候你就不用做造型了，到时候你想起床，我们站过来就行了。睡觉也行，睡觉也行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TF 家族有易胖体质，但也在身材管理的朱志新。那不胖吧？很瘦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TF 家族粗心号，我是打篮球的时候运球动作。一顿猛如虎，然后呢，投篮有点250的苏庆浩，大家给我打过篮球的应该都确实，对，花里胡哨，确实花里胡哨的，花里胡哨，人多就是。我是历史以来想要成为左航的壮汉，想三年了，想成三年了，三年了，还没成，还没壮，人多就是吵，人家张杰都壮起来了，励志嘛是吧？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声音逐渐有男人味的泰森玉涵。哇，声音好低啊！我感觉玉涵有点做作。当时我记得当时我在网上看到有个视频，就是玉涵小时候就那个声音特别尖，特别那种。我们以前唱歌的时候，玉涵就说下巴好尖啊，低了。然后现在唱歌的时候说高，太高了，太高了，低点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迷倒众人的童玉坤。我该配合吗？该配合不？该配合演出。我被迷了，不行。底下应该是没观众的，我感觉。哎，不行了，不行了。没有任何偶像包袱。加钱，120。比如晚上得加个盒饭。加鸡腿，必须得加鸡腿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来自 M78 星云的初二学生木子成，盖亚。欢迎，他们七八姓名啊，盖亚，对，
永远的神呢？永远的神。必须的。大家好，我是长大一些不穿童装的TF 家族姚玉成。很可爱的。主要有两个变化，一个是思想更加成熟了，第二个就是，哎，你看我这声音。变低了，变低了，好久不见，姚玉成一回来，是不是一年后你就跟玉涵一样的发言了？好了，我们这次也比较简单，就直接进入主题吧。话不多说了，话不多说，来吧，舞台。那我们就舞台见，可以，再见，来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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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舞台，舞台，敬请期待，走，敬请期待啊，都有很多惊喜啊，等着吧，走。应该最后成团就是十二个人吧，我感觉挺可爱的，搞了个两个熊猫，试训生，哦，试训生，哎，我也想。熊猫好像不是这个颜色吧，那个熊猫的腿好像是白色的啊。熊猫的腿和手是白色的吧，怎么全部是黑色的。哇，这个试训生就拿东西。就搞卫生。正式练习生就不用。哇，这个看这个舞台就知道很炸了。小乐队来了。这张吉有点像那个，看起来有点像那个王源啊，长得。
下一个是什么呢？哦，这个也是很经典的歌，维尼安的，邓嘉欣的一个 solo 啊。不错不错，很棒，情绪渲染的特别好。这很可爱啊，非常青春的感觉。图书馆的秘密。哇，两小无猜的朋友啊。
这什么红包吗？我心蹦蹦跳跳，灵魂快要出窍，这感觉真好。哦，你对着我微笑，改变了这首歌。怎么办才好？眼神的毛毛小。这是原曲叫怎么办？跳上了心扉，轻轻的秋千脸像红苹果，滋味真甜。再见你一次面。哦，这睫毛弯弯，记错了。睫毛弯弯，这曹格写的。王心凌的睫毛弯弯。哇，很可爱啊！原曲比较适合女孩子唱，这个改编后就很适合她们唱。你是谁？为什么我变成胆小鬼？好喜欢你，就说好久不见，明明才见你一次面。好可爱啊！睫毛弯弯，眼睛眨眨，话说的嘴。我们以前搞那个校园活动，真的没看到过这么好的舞台。气氛好浪漫，需要你陪伴。睫毛弯弯，眼睛眨眨，心动的世界变得好好玩。来，闻到风吹吹心房，追忆心中心的人。真的是比以前看到的这种校园晚会啊厉害太多了，这完全就是一个专业歌手的舞台。哇，上课了上课了，赶快回去赶快回去。哇，太可爱了太可爱了，真的真的好可爱啊。
演得好，演得好真实啊。又来一个人记啊，你不会是我想多了吧，这个他这笑得好甜啊。这个风格就穿的风格就感觉很成熟啊，哇，还配了伴舞 Monster， 哇，这个一下子从校园就变成这种成熟风了。哇，真的是有这种霸道总裁的感觉。14岁演20岁，哇，太炸了！边跳边 rap， 很厉害。实习的真好啊，没有与生俱来的天赋就拼命的苦。 You don't know about me, I don't know about you。 我会牵着你的鼻子 dance, not about me。 哇，这个很棒啊，这么小跳得这么好。这个话筒差点就掉了，很吓人。再慢慢实现梦想，做个空想家总是太理想化。创作难道不需要灵感吗？用心的走好每个阶段，不需要他们任何评价。自己的队伍，我做个废物，从开始就没想过留退路，不会妥协。不管是谁，别走套路，别人将我束缚。I be running always， 这条路走到黑，不在意他们怎么看我，银河学不会。怎样才能够算成功的想法，像个无底洞，不停的一直在往前冲，撞破那墙才能看到梦境。再也没有用，有些事言不由衷，话还没说出口，却早经人去路过。这个世界根本不存在真理，感谢我所经历的风雨，往事全部洒在了风里，一路的风景，向往的憧憬。最近的人别做太多打算，放心事偶尔将会打乱，你不需要刻意证明，到底能不能行，世界总会给你答案。We don't bore in the loop， all we all in the mood， 没有与生俱来的拼搏。这首歌也是非常励志的一首歌。哇，这舞编得很棒啊。这一下子就升华了，就是感觉是这种上班族。我懂为什么他们要选这种女伴舞了，因为男伴舞的话就会高一些个子。哇，太强了，这个真的是唱跳 rap 都很强啊。那么呢，这里是今天的一个TF 家族 TF 少年进化论迷宫舞台篇的上集，也谢谢大家的一个观看。那么我们会在明天更新下集。那么如果有任何意见或者建议呢，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，有好的作品也欢迎私信给我推荐。我是 Conny， 希望大家多多点赞投币收藏转发，一键三连，也希望大家多多订阅，开启小铃铛。那么我们下期的视频再见，拜拜，拜拜。